讯息，是讯号打出去了，他感受不到，哎，没了，还有，你看吧，中这个球飙高了，一直在提醒啊，就是这个高的变化球真的要再修正一下。首名打者安打上垒啊，下一棒面对的是高孝颖，林孝成今年一度是要抢盗垒王，都是在有领先的这个位置，也是在赛季最后段啊，才被这个陈诚威再抢回来的，是战术之类的。走了，跑了，哦，直接攻击啊！但是因为有先跑的关系啊，所以虽然主审视角，哎呦，还是穿了。那这样得点圈的安打出现了，带一分打点，终止了连续18个得点圈的打数没安打的情况。哇，这个得点圈打回来啊，尤其是张振宇，这个真的会让休息区这边教练团安心许多。其实感觉投手也没有太失投太多啊，投的位置我觉得已经蛮刁钻了，不过他到最后球棒控制能力还是有去掌握。这个球应该是变速球，纵向，纵向变速球。